以及系列返工后，老爸不再坚持他的设计了。第二间小屋子，他还是老老实实做坡顶了，以为难度降低了不少。谁知道这间屋子歪歪斜斜，没一处是平的，找平墙面就花了好大功夫，然后再开始裁木料、钉龙骨，还是由我来给老爸打下手。毕竟老妈说他站上桌子腿就发软，还是我来吧。钉好龙骨，接下来就是裁扣板，之后上扣板就可以了。3 hours later， 钉掉好啦，之后再装上线条就可以了。大家觉得哪个？
上回说到，这间屋子的六边形顶历时3天两次返工才终于完成，因为迫不及待想要看到成果给我们继续下去的动力，于是我们决定先把这间小屋子装修好。刚开始见到这一排小屋子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非常适合做麻将室，那现在就往这个方向装饰吧。吊顶弄好了，接下来就是粉刷墙面。先修补墙面，用沙子打磨，铲掉墙上起皮的涂料。铲完之后用水泥抹，刷上防水胶，防止墙面受潮起皮。想要穿马里的大红大绿，觉得很有色彩冲击力，看起来又很复古，就搜了一下，大红色配一点黑色就能变成暗红色了，那赶紧调配一下。可想而知，失败了，调出了粉紫色，但也意外的好看，咱也不浪费了，有啥用啥。下午回到院子，就做些小活吧，院子里堆着的东西移走，把墙围上的裂缝补一下，然后开始粉刷了。这是装修工作中我最期待的活了，下面就交给我吧。怎么样，干得有模有样吧？刷一遍好像盖不住，那就多刷几遍吧。这面墙下边还要砌花坛，我就偷了个懒，下边就没刷。后来想想，为了给你们呈现完美的样子，我还是把下面刷上吧。快快夸夸我呀，开心地唱起了歌。哈哈哈，刷墙必备歌曲给大家展示一下。第一遍的成前两天下单的地板贴和装饰品今天也到了，太兴奋了，赶紧干起来。贴地板贴前记得把灰尘扫掉，我整整扫了3-4遍，不平整的地方铲一下，扫不掉的灰尘用拖把拖一下，这个活就交给老公干了。平时他上班少干了不少活，趁休息多干点哦。俗话说得好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，咱就是等地变干才能贴地板贴，咱也不能闲着，把装饰品贴好吧。容我研究一下子。研究明白，我可真是个大聪明。开干啦！确定好中心位置，别贴歪。喂，镜头卡你。可算被你发现了。昨天就能把地板贴起来，没想到地一直不干，只好把装饰品先贴上了。今天来小院第一件事就是跑过去看水泥地干没干。这下你满意？终于可以贴地板了，让小屋变化最大的一步来了。等下就让你们累成狗。我拦下了这个活，再苦再累也得给他完成。话说的亮，等会让你腰直不起来，腿发麻。一开始信心满满，小菜一碟，但贴着贴着我发现我忽略了一点。之前老爸做吊顶的时候就说了，这屋子是歪的，是斜的，越贴那个缝越对不齐。像我有点强迫症又要求完美的人，你可拉倒，怎么可以让它不齐呢？那吃苦的就是我自己了。没办法，刻刀不好用，于是从小店借来一把剪刀，要不停地修修剪剪，还好有小李子帮着我。你俩配合的挺默契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。才不是，还是很累。
气到最后，我俩满手黢黑，腰也挺不直了，但总算大功告成，满意。最初的原貌吧，这是装完吊顶的样子。接下来准备弄墙面了，先和好防水胶，开始涂了。看着老爸做，觉得我也能上，那么接下来由我来吧。防水涂好了，开始打腻子，这活我是干不了了。老爸加油，你是最棒的。上面的腻子昨天批好了，今天只要批下半部分就好。等待腻子干，腻子干了，开始打磨，这种小活就交给小李子了。这次能否成功？整整放了六瓶色料，最后还是失败了。带你们沉浸式铲地，铲完以后就可以贴地板贴了。第一间麻将室的地板贴是我和小李子一起贴的，贴了一个下午，不断校正才对齐，被我爸一顿嘲笑，说是他贴的话一个小时不到就能贴完，而且一点都不歪。哎呦，我这被打击的。那好，您老贴吧，我给您打下手。看老爸贴真的是又快又好，我也学到了技巧，分享给各位小伙伴。诀窍在于靠墙的一现在故事用砖构造一下梦想中的花坛。请注意，解说家马上上线。正对着大门，然后装一个那个半圆形的花坛，然后这左边这边都是那个可以种树的，然后前面垒的那一块砖这一排都是铺那个木头的座位。然后这个是个半弧形的，然后那一块也是可以种点大的树啊什么的。然后这个是隔断，弄个木头的隔断，从这边开始就可以。这边是个圆桌，然后这边就是坐人。想法基本被认可，就小小改动一下子，那就开始动工吧。
赶紧和一下水泥，把握接下来不下雨的几天。
Mugo 的名字叫 Lily， 下面就用这个名字来代替。于是我们就把他们接到了院子里生活。可是没想到，第二天 Lily 回去找外婆了，就从这个大门底下钻出去的。还是外婆打来电话告诉我们，说她看到了 Lily。晚上 Lily 也顺利回来喂孩子们吃奶。就在我们以为这样也可以的时候，就出事了。Lily 出去就没回来，外婆也没见到她。三只小奶狗嗷嗷待哺，我们也等了一天没见莉莉回来，沿路找了几圈也没看到，猜测或许是出了什么意外，让她即使知道家里有三只小奶狗在等着她，却还回不来吧。外婆怕我们养不活还在喝奶的小狗，即使不方便养还是来接回去了。但是狗狗太可爱了，我也舍不得，小李子看我很不舍得的样子，偷偷拿了一只回来。以后我们也是有小奶狗的人了，我们给它取名小隐，因为这套小院我们以后会称之为小隐居。以后会多给你们看看可爱的小隐，如果你们喜欢小院的故事，时不时我会与你们分享。哈哈，说了这么多，多肉架也做好了。上次涂窗户还剩下了不少木漆，给多肉架也上个颜色吧。完工，成果展示，等待明天木漆干，放上我的小植物们。多肉架干啦，放一些小盆子植物，很可爱哟。这两边呢，防腐木门还挺难工作。之前砌墙还剩下了不少砖，正好用于建洗手池，但黄沙水泥已经用完了，又叫人送了一车，花费305，难道刚一开始就要超出我的预算了吗？还好老爸跟我说用不完，本来以为最幸福的事就是不用再布水管，直接开垒就行，一切都是 so easy。 没想到找出来了吗？这个费得好大的力气，下面都是硬石头。终于找到这个管子了，我们手头上也没有通下水管道的工具，于是聪明的老爸用气枪的打气棒把脏东西排出来了。上来就遇到了难题，万事开头难嘛，还好我们解决了，开了一个顺利的头。接下来就是把水管重新接一下。今天注定是我帮不上忙学习的一天，这些工具都是我第一次见，太新奇了。水管没有达到我要的高度，老爸只好返工，重新剪掉再接。临时接一个水龙头先用着，终于要开始我最期待的环节了，开始垒洗手池。正好姨父今天休息，来帮老爸，他也不用孤军奋战了。这样接下来就是把操作台完成。老样子，还是本着节约的原则，正好有一些不用的铁管就拿来锯一下做操作台吧。表面先糊一层厚厚的水泥，然后挂上网再糊一层，现在那是绝对结实。猜猜看现在在干嘛？哈哈，其实是用之前剩下瓷砖来做洗手池。猜中的友友请扣一。这波操作又是省了一笔钱，装好洗手池，接着把操作台和洗手池用水泥连接一下，让它们处于同一高度，这样才好看。背景墙也别忘记糊一下水泥，再等手机的水泥干。
先把这面墙的腻子给打了，打完之后好看很多。心痒难耐，终于干了，开始打腻子啦。橘黄色的日落出没在海平线，夜色慢慢摊开，露出星光点。腻子也干了，表面想要那种颗粒感，咨询过后决定用真实漆。喷涂之前记得用美纹纸贴一下，否则不该弄到的地方弄到了，处理起来会很麻烦。真实漆实在太厚了，小李子非要兑水，咱也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，让它自由发挥去吧。开喷。橘黄色的日落出没在海平线，夜色慢慢摊开，露出星光点点。我听着耳机中记的音乐，等你下个大手写的从前。第一遍的效果还稍微还想要稍微深一点，来等会儿看第二遍。第二遍搞定，全副武装，先把木板打磨一下，等下我要在这些地方做门。我们边在这边干活，老爸那边已经把门做起来了，这次不再是以前那样的方式了，老爸又独创了一个。老爸的这个门做好了，看看合不合适。你觉得，哎，这样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是不是跟我这个感觉是有点大？嗯。那要我上次的那个刚刚下的绿漆还在吗？还有点。还有点，再来绿漆可以吗？好，我才涂出来中间一块，大家都一致认为绿色更搭。在我涂漆的时候，老爸又完成了一扇门，这速度绝对杠杠的。漆干了，开始安装门。太激动了，我觉得好好看。下面的绿色很好看，上面的也很好，正好把色调统一一下。对老爸来说最简单的步骤，换水龙头，我真的太喜欢了。我的洗手池就完工啦。不过嘛，要做就要做全套。有没有友友能猜到现在在干什么？老爸终于要对自家院子里的公共卫生间下手了。本来这个胡同是这样的，垒砌成了这样，搭上老爸自制的棚顶之后是这样的。这个小小的空间我们一致决定变成公共卫生间，既方便自己，也方便以后来院子里玩的各位。不过你们真的以为会像现在看到的这样顺利吗？哎，那就错了。还记得视频一开始老爸在锯管子吗？为了这个卫生间，老爸的牺牲又上升了一个台阶。万事开头难，这次又难在了下铺铺的管道不通。不通也就算了，管子还被压在两个巨大的树根下面。看老爸用铁锨用力的铲，两个大树根也纹丝不动。我们去买来了电锯。我给你咬了，骑到墙里去了。110公分的管子都被压得扁扁的，拿着两个大树根真的没有办法。老爸只好改变策略，把没有被树根压住的管子扒出来，选择重新布管。这次的活儿才是真的又臭又脏。等老爸完成这一工程，那必须好吃好喝的伺候着。处理完难的，布其他管道不在话下。接下去就是把地面垫高，这下面一层可以用些碎砖碎瓦，节约才是硬道理。终于可以开始贴瓷砖了，记得贴之前先用水泡一下更好贴。别忘了预留好地漏的位置。老爸在里面贴瓷砖，小李子在外面打腻，期待焕然一新。看到这里的友友们，别忘记一键三连哦。地面的瓷砖就贴完了，瓷砖不够了，墙面的还没有贴，还有很多装饰的细节，只能算是半完工吧。先简单看一下，期待下集哦。居然是老爸涂的防水还没有干，期待下集的宝宝们再等等。我们先来看下一个魔法。
我想在这个位置拥有一个防腐木走道。于是我的万能老爸开始施展魔法，想要建防腐木走道，左右位置必须得水平。可是我发现农村的房子都是靠墙的那一面特别高，没办法，只好把原来铺的水泥地给拆了，然后开始搭走道下面的龙骨。你怎么去找爸爸了？没想到中途有个小淘气鬼。小心过来吗？小心过来吗？小心要打到你啊！小心过来。就这样子，这是一个小可爱，这很危险的哦。龙骨都架好了，你们应该也可以看出来，我们又是本着节约的原则，下面都是用的一些旧门框裁出来的。老爸来来回回钉了很多钉，应该非常牢固。干着干着到饭点了，今天估计要加班了，先吃个汉堡垫垫肚子吧。小颖又来凑热闹了，开始铺防腐木了。之前买的都是炭烧木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太阳一晒就发黄。还是这种青色的看得清爽，我真是一个事多要求又高的麻烦精。干着干着天都黑了，要是墙面左右是水平的那该多好，老爸也不需要反反复复的去量去修正了。天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黑，小院里的灯装的还不齐全，至少有点看不清楚了。公共卫生间前面的那块已经铺好了，剩下的明天再干吧。收工回家，辛苦劳作的一天开始了。因为公共卫生间那边的地势比较高，防腐木走道也做得比较高，地势越来越低，所以接下来做的走道会低一级，这样也比较有层次感。这边比较水平，先把所有需要用到的木板踩好，接下去就是用螺丝钉把木板固定好，记得要钉在龙骨上哦。公共洗手间前面的走道铺好啦，就这样我又拥有了我想要的。哎呀，这是什么神仙凉棚，也太好看了吧，真的很想拥有。有求必应的老爸又开始做起来了。不过此刻在锯木头的是我姨父，趁他休息喊他来帮忙。此刻他们正在做凉棚四周的框架。咦，现在在干嘛？难道老爸此刻在雕刻的就是传说中的榫卯结构？真别说，把木头放进去挺合适，就是这钻头有点不给力了。我说要给老爸买个趁手的工具吧，他说修修还能用，这不还真被老爸修好了。凉棚左右两边的框架就做好了，为了让它更牢固，我们一共钻了四个洞，把木桩给放进去，完美。接下去就是量一下横向木桩的长度，裁出来用大概7-8公分长的螺丝钉把它给定牢。用螺丝钉钉之前最好先钻好孔，这样更轻松。干着干着突然下起了雨，姨父说反正身上都被汗水浸湿了，下雨也不怕，继续干。可是天不随人愿呀，就是想让我爸和姨父休息，突然就从小雨变成了大雨。 Later， 雨过天晴，继续忙活喽。现在在锯的是台叉下面的支撑板，长度一样一下子锯完得，安装起来就好了。给我一首漂亮时间，先简单固定一下，然后姨父在前面打孔，老爸在后面钉螺丝，配合那叫一个默契。因为这个凉棚上面要站不少人，为了牢固和安全起见，内外都要钉螺丝。让小李子去买角铁，就买了那么小的，算了，凑合运用。老爸怕还是不够牢，又加了几根木桩。不水平的地方，老爸再用手工刨再刨一下。老爸说只有以前的木工才会这玩意儿。激动人心的时候到了，要开始铺台踏的表面了。先铺一下看看，做凉棚的时候为了省料子也为了图方便，尺寸就定了防腐木的长度，所以直接整根整根的放就行。感觉铺上去有点软，临时决定在中间再加几根支撑的木桩。接下去是个大工程了，要把所有的木板给固定好，估计钉螺丝钉也要钉得手酸了，真是辛苦姨父了，晚上带你吃大餐。老妈也没闲着，把之前凿的四个洞灌满水泥，这样任谁也撼动不了他们的地位。凉棚的台踏部分做完啦，猜猜看现在老爸在干嘛？他又突发奇想了，说要给凉棚做一个观影区。因为我之前说过，凉棚的对面的那面墙上我想放一个投影幕，于是就有了以下的操作。
改造一下，拥有自己的风格和色彩。正好订的透明耐力板到了，这可比玻璃便宜多了。以节约为主的大旗立起来，用它来做顶部挡雨最合适不过了，就是卷着寄过来，形都变了。聪明的老爸想到用边上没用完的木板压几天，让它恢复恢复。趁它恢复的这两天，我先把凉棚的颜色给改了，改成小清新一些。这次选了白枫木颜色，果然有眼光，涂上超级有奶油感，也很好上色。涂着涂着天都黑了，第二天继续我的涂漆大业，两个人一起涂还是速度快一些。不过我有一个别的任务交给小李子，本来走到墙面想涂白色涂料简单一些，现在看见凉棚的颜色让我有个大胆想法，就把本来想涂在室内的淡黄色的涂料拿出来涂走道了。涂第一遍效果就已经不错了，汗流浃背，哈哈，热的小李子都把头发夹起来了。涂两遍是好看的，还有好多地方没涂好，已经两天了，继续努力涂。小李子涂涂料，我继续刷漆。这就是我上个视频吐槽老爸做的凉棚哪哪都好，除了这个顶的原因，也是我脖子疼了一个礼拜的原因。本来建议老爸搭四根粗一点的木桩在上面，老爸觉得粗木桩太贵，做成了那么多个格子，涂漆实在太累了吧。终于上面的顶涂好了，四边还可以涂凉棚，木漆已经没有了，明天再加油。第三桶啦，颜色很漂亮，每天都要感慨一遍，颜色好漂亮，而且干得也好快哦。因为台台上面有透明耐力板，今天只能先把座椅涂好，趁着有帮手把透明耐力板放上去。看成果，今天要把上面的耐力板给固定好，四周都要扯扯平，然后先把四周定好，因为顶上不太能吃力，老爸体重比较重，就派我们这边的小瘦子小李子上去啦，把中间部分再固定一下，然后就可以把遮阳布挂上去了。有了这块遮阳布，坐在凉棚下面就不会那么晒了。把四周都固定牢，下一步装上我心心念念的纱帘，立马有心机飘飘的感觉了。地上的透明耐力板买的比较长，垂下来有一点不好看，于是老爸又做了几个檐，既撑住了透明耐力板，又防止雨水刮进来。把颜色补一补，就可以开始装另外一侧的帘子了。装上帘子的感觉真的立马就不一样了。其实之前看中的是这样子的编织帘，实在太贵了，只好改用了以前我服装店的帘子，效果也还是不错的吧。准备在凉棚里摆上地毯、桌子和铺垫，投影幕布就装在对面的墙上。次买了五箱，应该不会不够了吧。那么咱就是说开始整侧面的瓷砖了。整之前用水泥把水管封在墙里，因为当初选的是花的瓷砖，也不打算贴整墙了。上面一半涂涂料，下面一半贴瓷砖。之前贴地面的瓷砖的时候，有友友留言说贴瓷砖要留缝，不然一吸水就会裂开。这次老爸特意留了2毫米的缝隙。还有友友留言说为什么要装地漏，如果为了方便冲刷，那蹲便池完全可以漏下去的。其实呢，看我爸留的这个管子，你们应该也猜到了，之后可能会有装洗手池或淋浴的需求，再留一个地漏总不会错。上次老爸边贴边切割，总觉得有点耽误进度，这次我建议老爸先把完整的先贴好，最后再统一进行切割，这样也不用一会儿贴一会儿切割了。南面地面都不平整，缝过大的地方或者不稳的地方都可以先塞个硬纸板，等水泥干了固定好了，再把硬纸板拿出来。完整的瓷砖部分就贴完了，下面要开始切割了。之前被切割过剩下的料子，如果有合适的也可以拿出来使用，再一次贯彻了节约的原则。真的是一点也不浪费，水泥也用得干干净净，正好贴最后一块瓷砖。墙上的瓷砖贴好了，一片狼藉呀，太脏了，用水冲一下。清理的活就交给我来吧，让老爸休息一下。那边有人说老爸贴的缝太小了，然后会容易裂掉，然后我这边过来发现好像确实是这样子，其实这边都挤糟了，这边老变好了。清理大中心，我清理完了，打腻子的活就交给打腻子专业户小李上场了。等腻子干了，就开始刷涂料。
这个是之前涂客厅剩下的涂料，有点偏灰色，感觉和下面的瓷砖会比较搭。等涂料干了就可以开始做吊顶了，但是老爸出去办事了，不在小院，这次做吊顶就由公公出马。这个爸爸也是很厉害，小院的水电都是他负责的，也特别支持我小院改造，这次还学起了做吊顶。里面的空间比较小，又比较闷热，汗水都把衣服给浸湿了，辛苦爸爸和小李子啦。直接上成果，吊顶做得真不错，我买了一堆小玩意儿，再把这个卫生间装饰一下。这个垃圾桶我一眼相中，是史努比的，好可爱哦。就是查理的眼睛去哪儿了？我要被小李子笑不活了。果然有了眼睛就有了灵魂呀，再把窗帘给装上，挂上我买的巨可爱的卷纸筒，哈哈，如厕也有好心情。再安装上我买的挂钩，方便随身包物可以挂一下，卫生间怎么能没有香薰呢？最后挂上我的香薰，完工开展示。走廊和公共卫生间都完工了，现在就差一道门了。就在老爸还在犹豫做什么门的时候，那我这位小院军师必须有话要说，就做谷仓门吧，简单又好看，连门的款式我都想好了。可以，我知道了，挺好看。网上随随便便一个谷仓门，这价格让我不敢恭维，还不如让老爸自己做一扇。也想悠悠谷仓门的友友们，跟着万能老爸一起做绝对没有错，轻轻松松让你们拥有好看又结实的谷仓门。这边固定好了，另外一边一定要挤紧，然后再上螺丝钉，不然防腐木越晒风越大就不好看了。翻个面，这一面是要做造型的，可以先把锯好的木条摆摆看，商量可以出入他的锋芒，所以下面看起来就是连着黑色的影子。确定好就可以开始上螺丝钉了，螺丝钉上多少由你们自己来决定吧，尺寸不对的后续还可以再调整，天气太热让我老爸吃个冰棍，边吃还边想着下一步怎么做。我都佩服老爸就地取材的能力了，刚吃完的冰棍棒棒都被他拿来当除雨胶漆的工具了，这根斜着的木板也真是点睛之笔了，放在上面又好看又起到支撑的作用。给你们看一下如何做出中间这根木板的详细步骤。屑和白乳胶混合在一起，然后再填到洞眼里，等干了之后再打磨一下就完全看不出来。咱也不知道这个方法管不管用，对这个效果我是期待住了。门做好了，下面要准备装吊轨了，一条吊轨也才100大洋，真的划算。按照说明书一步一步去安装也不算难。放上滑轮和门，确定一下门的高度，发现吊轨安装的有点高了，那么只好设置一个下面的滑轨。这个黑色片片一定要装，它可以防止门抬高导致滑轮脱轨。把门挂上去试试，正正好好，还不错。不知道想象力丰富的老爸现在又在干什么，这做的是个啥呀？看老爸爬楼梯我才反应过来，上次我说露出钢管太丑了，原来老爸自创了一个，又可以遮雨又可以挡住那个丑陋的钢管，还是老爸聪明呀，跟这个门还挺搭配的。来看看完整版效果吧，除了灯光，这个胡同可算是。Hello， 友友们，好久不见，有没有想我们呀？看来真正的酷暑是到了，最近都达到了40度。这个天气在小院干活太热了，于是我们就偷懒了几天。但其实一想到小院里还有那么多活没干，我们心里都是一整个心急如焚，火急火燎。于是还是决定顶着高温天来小院干活。一间房里也装了空调，实在热了也有地儿可以凉快一下。言归正传，今天我们打算把凉棚前面的走廊给铺一下，之前用防腐木铺出来的走道效果很耐斯，那不如继续用剩下的防腐木来铺这个走道。先量好尺寸把它锯出来，老爸也不确定好不好看，先放上去看看，感觉还不错嘛，那就继续这样子做。哈哈，老爸也有犯低级错误的时候，尺寸都能给量错，看来几天不干活还是生疏了嘛。这下喇叭量得可认真了，应该不会再出错了吧？好贵哦！
为了不让紧身的木料被霍霍光，还是重新量一下尺寸吧。接下来终于步入正轨了，老爸在隔壁锯木头，由我来摆放好，最后再统一钉钉子，手上的力气不够，脚上来凑。弹不齐，铺着铺着风越来越大了，只好重新再量一下，把浮木要和凉棚卡得死死的才好看。铺的过程当中要不断的观察，不断重新量尺寸，这样子铺出来的地板缝才比较小，比较紧实牢固。准备把投影仪挂上，这个投影仪还是以前我做培训机构使用的投影仪，机构不做了就一直闲置在家，现在终于派上了用场，就是很久不用，把插头方向搞反了，插座留在了左侧，但插头和开关都在右边，看来以后只能爬上爬下的来开关了。一起确认了一下投影仪安装的位置，大概位置知道了，再用尺精确测量一下，做好标记，开始打孔，关上投影幕布，大功告成，老爸的 pose 摆得不错，成果展示。虽说连续翻了两次车，但最终呈现的效果我很满意。当洗衣机第三次翻车的时候才知道，万事不能高兴得太早。接下来上螺丝钉才发现，与梁棚拼接处的木板下方没有支撑力，走路会响，而且也不便于钉螺丝钉。追求完美的老爸决定返工，在下方加了根木桩做支撑，重新把木板铺上去，上好螺丝钉。完工，看我变个魔术，哈哈！当我偷懒没拍到的时候，我就用魔术变身。另外一半的长度刚好可以用整根木板来铺，长度正合适。此处夸夸老爸，又省了料子，这铺的样式还有点特别。木板全部铺好，该钉螺丝钉了。置办部分就没那么简单，全部都要打孔，先上膨胀螺丝，再上螺丝钉。走廊部分完工，接下来就是要做楼梯部分了。本身的楼梯太长了，如果全用木板包起来的话，看起来有点呆板，于是我就建议老爸只要铺中间那块，与客厅门同宽就行，剩下的楼梯两边不论是贴瓷砖或是刷漆，效果应该都会不错的。完工完工，最终效果展示。天气虽然热，但这个光影真的是绝了，咔嚓几张。原来是这样的，于是砌了面墙，开了个窗，变成了这样。我想用这间屋子做厨房，正好隔壁做成咖啡室，一整个方便住了。于是决定要干净清爽有质感的风格，类似这种。这不，钉的瓷砖也到了，不过咱就是说省钱的目的不能忘，就选了老板所剩不多的货，因为可以给超便宜的价格。好处是省钱了，坏处嘛就是数量不够，还好家里有以前装修剩下的瓷砖凑着用，就是委屈你们凑合看。运瓷砖的功夫，送的七吨黄沙和三吨水泥也到了。请注意倒车。哎呦，这下好了，院子外面也得需要改造一下了，虽然工程量也增加了，幸好最后货卸下来了，车也开出去了。那行，准备工作都准备齐全了，贴之前记得先把瓷砖泡一下水，用水平仪确定一下体贴瓷砖的高度。那废话不多说，开始整活。We'll be right back.
效率绝对是杠杠的，毕竟请来了大师傅。哈哈，我三姑父来帮忙，他也算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了，贴起来丝毫不含糊，一天半的时间就把厨房的瓷砖贴好了。他有半天开始贴厨房的地砖，我选择的是仿木纹的，看起来会比较有高级感，这个颜色也比较耐脏，搭配上白色的橱柜效果应该也不差。砖了，果然贴地砖就是比贴瓷砖要快。然后墙上的这些补丁，到时候全部都会做上柜子挡住。为了省钱就会这样子。然后这边是一个水管的总闸，到时候也是做个柜子把它挡住。这个大窗户呢，到时候要做一个往外延伸出去的一个小桌子，当做一个就是吧台餐桌。那整个厨房大概就是这样子。这只是厨房改造的第一梯子，搭好水平线。铺地砖，这个花纹好好看啊，跟这个木质的台阶很接近。现在的天真的太热了，还有大风扇不断的吹，还是热。小李子想了一个新方法，把风扇倒到这边，凉快。你就放在脚底下，也是吹吹脚，吹吹嘴就行了。再来块夏日解暑必备西瓜，吃完继续整活。一大块了，今天的进度蛮好，蛮快的。窗棚和走道前面的这一块铺完了，然后现在开始铺另外半边。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汗，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毛毛，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汗。砖是不能踩的，所以剩下这两块要第二天才能贴。准备好开始铲地了。地砖是刷颜色好亮，期待最后的效果吧。看着这个，贴的瓷砖变成了这样。下面开始做啥呢？三个木工的活，我爸上场了，做这上面的吊顶。先是画好同一高度的水平线。先固定好四周的龙骨，因为这些房子都是坡顶，都有木桩露出来，龙骨可以直接钉在木桩上。很多友友都觉得做吊顶很可惜，应该保留原本的木桩，但是考虑到这个木桩实在是太破旧了，灰尘还特别多，如果要保留原本的木桩的话，那要重新铺木板。我还是让老爸轻松一点吧，不过等我改造到咖啡屋的时候，说不定会考虑友友们的意见，因为咖啡屋的调性还是很适合露出木桩的，有几个人打下手，再加上老爸已经做过6间屋子的吊顶了，那做起来如鱼得水。龙骨吊好了，准备开始上扣板，量好尺寸，裁好扣板，这个业务我熟，由我来帮助老爸。那废话不多说，看我们如何操作吧。久了胳膊真的好酸，我发现一个更好用的工具，头顶。好了，我看用头顶用，头顶手啊，很小心的伤口，啥你都没。
子的顶原来是这样的。看到这个顶的第一时间，大家都说要么还是坡顶，要么就平顶。不怕麻烦的老爸倒好，全部否决，说他设计了一款六边形顶，谁也拦不住。一切准备就绪，上石膏板，没想到石膏板竟然断了，被我老妈一顿数落，老老实实把石膏板退了，买回来吊顶扣板，又开始一顿操作，把屋子中间铺好了扣板。哎呀天哪，边上咋装呢？造孽！又拆掉，从侧边开始装，真是自己的锅自己得坚强的背完啊！我也给老爸打起了下手。类似这样子的厨房，原本破破烂烂啥都没有，贴了瓷砖和地主和老爸的齐心协力下吊好了吊顶，这个位置也太丑了吧，得赶紧想个解决办法。于是老爸用防腐木做了个框框，别说装上去跟吊顶还真的挺搭，又用了一根防腐木把窗框给包好，考虑橱柜了。这些橱柜怎么那么好看吧，把它放厨房柜子上面，半夜装木然后带一点金色比较干净清爽，又换好了尺寸，这不就开始做了吗？咱就是说，既然五位数都省了，那必须得亲自上场给老爸打下手。锯台都是老爸自制的，比买来的还好用，先把所有需要用到的木板裁好，后续可以省很多时间。这是第三块木板了，到这柜体所需要的所有板子都锯完了，下面开始锯隔板。做完了，接下来用块薄板把柜子的后面给铺上，尺寸与柜体刚刚好就行。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工具的使用与安全，用气枪固定好，天气实在太热了，吃个绿豆雪糕解解暑。吃完雪糕继续做一个无情的钉钉机器，橱柜的一半算是完工了，我们抬进去看看尺寸是否合适。好了，要开始做另外一半了，之前已经把木板都裁好了，现在只要做好标记，老样子把柜体和隔板钉在一起。这半部分的柜子有3米多，已经超出了木板的长度，所以需要拼接，补起来一整个大无语，歪歪扭扭的根本就不牢。最后还是决定用螺丝钉来固定，去买了这个柜架。老爸毕竟十几年没有做过橱柜了，做之前还特意咨询了老师傅，老师傅说现在用柜脚比较多，下面要安装七脚板，锅地不容易受潮，方便打扫卫生。做好了抬进去看看合不合适，这个超长橱柜从正常途径是进不去了，还好当时留了个大窗户，只能从这个窗户进去了，进去是进去了，就是怎么也放不下来。老爸的尺寸做的是分毫不差呀，最后把刚搬好的窗框给拆了才勉强放下去，放下去了也移动不得，最后只好先把柜脚给拿下来，果然还是
熟能生巧，十几年不做就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也是为难老爸了，急得他全身都湿透了。还好最后是挪进去了，虽然很是艰难，更艰难的就是要把柜脚给装上。还好老爸比较聪明，先用木板把橱柜垫高，然后再把柜脚给装上。据说装柜脚的姿势有点不雅吧，而且我们的动作花样百出，先达到效果就行。橱柜的大体做好了，到时候我定制一下台面，